这个圈刷的好快哦，能不能慢点刷呀？要不我们直接冲桥吧，死就死了，真的，直接冲吧。不，虽然说这个外面有人，但是我不信，我不信他们能直接把我烧死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要过桥的时候，但是我错过了最佳的时期，然后别人过去了，我没过去，我成为了最后被卡的人，结果就没了。这一波我直接冲吧，万一有奇迹呢，对吧？冲起来！右边海边有人，其实说不定海边更多人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种逆反心理，觉得桥很危险，没有人敢冲，所以导致桥都根本没有人。所以我就赌到这一点，我就现在直接冲桥，我直接冲过去罢了，陀螺。BGM 一放，什么都不怕，躲起来，蛇皮，先走左边，掩体补上右边。那另都要去救团子，我们俩都倒了，怎么救啊？